大家好，我是Chad Bricky， 我在力保先做了六年，说我在这行做了30年，我来自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历史城。OK， 我选择进入烹饪这一行是因为我贪吃，爱吃，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一行。厨艺的东西是永无止境的，然后每一天都在学习，每一天都在改变的。就是给自己就说是有30年的经验了。OK， 我一路呢是煮中餐啊，就是广东菜比较多，还有一些川菜，还有一些本地式的南洋风味的佳肴。MIG 是一个festival 嘛，所以我们找到最好的材料才配到这个 festival。然后才灵感呢，就是说现代比较modern 一点的白式啦，就是味道我们还是保持上传统的味道，就是用比较新潮的程式呈现出来那道菜。其他跟其他的厨师大家都多一点交流啦，可能可以的话，希望可以再擦出一些新的火花出来吧。OK，What is Muhibar？Muhibar is Dugananas. Hi everyone, I'm Chad Bricky. I'm from Lai Po Hin Mandarin Oriental. See you all at MIGF.